針對中醫藥在抗疫方面的應用，我們已經向中央提出了希望能夠委派另一隊的內地專家來對支援香港的抗疫工作，而這隊專家呢就是應該全部都是中醫的專家了。咁我哋都同意喺內地啲專家同我哋講咧，參考內地用中醫藥嚟到去抗疫咧，係適用於香港嘅。所以昨天中國工程院院士張伯禮都係咁提出，佢就話香港咧係應該充分借鑑內地抗疫嘅經驗啦，運用好中醫藥，為香港嘅抗疫開闢一條新路。推動中醫藥在香港疫情防控中發揮更大的作用。